公共政权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7月或8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敏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好啦，又返嚟今个礼拜嘅澳门街。今个礼拜就比较特别啲，係一个好崭新嘅组合，就係、是、由罐头心妈主呀乌田心，就係、是、心心相印。咦，唔係喎，之前我哋试过两个一齐录啦。好似唔係淨係我同你两个拍拖更嘛，唔係有一次喺你嚟学校搵我嗰次呢，好似旧嗰次突发现场。係呀係呀係呀，嗰件唔事唔好讲啦。世纪之前，好啦，咁我哋讲下今日讲啲咩噶？你今日咧，而家就我哋讲啲轻松啲嘅话题，就系讲怀旧啦。好啊，好啊，好啊。怀旧嘢就系每个人都经历过嘅。细个嘅时候，你系玩啲乜？嗯，系啦，就算童年几灰色、几悲惨，都一定有嘢玩嘅，系咪？系。好啦，咁你讲先定我讲先？你讲下先啦，你咁多嘢讲。我其实冇乜嘢讲嘅，系人都知道我细个嗰个时候都真系好自闭噶嘛，屋企又冇乜钱啦。系咪？你自闭嘅咩？唔似喎。吓，唔自闭都冇用啦。以前细个就系要帮屋企手噶嘛。哦。即是啊，所以其实嗰个时候咧就好羡慕咧，就系有啲同学仔，嗯，佢爸爸妈妈都是打工啊，或者政府工又好啦，一份普通的工好啦，他们是有假期有乜嘢噶嘛？系啊，系啦，自己屋企做生意的人咧，你会发觉一年365日都是冇假期的，嗯，所以其实童年是很不开心，特别是过年。啊！人哋年27、28咁样成家人去买新衫买嘢咧，我哋做到年30晚仲做紧。不过系金主心过。唔系金主噶，其实呢个系好唔开心噶。即是你有阵时真系喺年30晚定年初一都仲喺度做紧嘅时候，咁小朋友呢个叫做一个非常之唔开心嘅回忆咯。嗯、所以而家唔中意做嘢咯。好，宁愿冇饭开都唔开工系嘛？咁你既然讲到细个咁自闭咧，咁样玩啲乜嘢？唔系自闭噶，即是。即使很多都是，即使不是說一班同學仔一起玩，放假或者什麼就幫家手，嗯，是的，明白。另外讀書又不好，讀書不好這樣放假都要去，不幫手就要讀書，那一個小朋友給你選，你喜歡讀書還是去店頭幫手呢？十個有十個都是選落店頭幫手不讀書。是啊，會有這樣的情況啊。是啊，嗯，特別我們以前上一代人是不會注重這個學業成績差啲係可以噶嘛，早啲出嚟幫手。即係其實佢就會話：哎呀，衰仔做咩唔落嚟幫手？讀書唔成，你就落嚟幫手啦。就係咁樣。真係咁㗎。即係直情話：哎呀，唔好讀咁多咁樣。係啦。唔係你讀唔掂嘅唔緊要，你嚟鋪頭幫手啦。鋪頭幫手學門手藝啊嘛，叫做。嗯。係啦，係入正題啦。以前細個玩啲乜咧？好啊。咁講緊細個嗰個時候咧，屋企做生意都好啦。即是其實講緊我係掹車邊嘅70後啦。Oh. 就是叫做那個時候物質其實不是那麼豐富的、嗯、很多時候在家玩東西呢真的你買本現在都有的就是填色畫集、嗯、買本畫集你真的可以遊成個月的了，遊成個月哇很多張的、哦、以前那些很足料的嘛，30-40張的、哦、30-40張那麼多，是啊，他一張一板紙兩面
咁佢通常一本畫集就廿零頁，就四廿張噶啦，冇錯嘅喎。游成個月，但係你會唔會游下冇乜心機㗎？以前係唔會嘅，不過通常游下就由於資源缺乏嘅問題咧，就可能游下唔夠顏色。哦，顏色筆啊，又係嗰個原材料係一個好重。其實我細個好憎油顏色噶，點解覺得你少乜油極都未油完嘅？譬如嗰個公仔著件衫啊，佢油極都係未油完。係油極都係未油完㗎，啱啊！所以我覺得你搞到我真係好悶啊！即係我冇一種堅持去油顏色咯。冇一種堅持去油顏色，其實咧以前咧每年咧一年梗會買一兩本嗰啲嘢嚟油嘅、嗯。其實咧以前主要都係油冇顏色啦。係啊。因為嗰時候水彩嗰啲咁高 level 嘅要去上堂學噶嘛，邊度有啫？係咩？係啊，油水彩喎、哦。油水彩，我覺得我細個嗰時候我爸爸買嗰啲畫紙啊，同埋買嗰啲水彩翻嚟或者畫咯。係，但係要有人教你先游得。我冇啊，自己嚟啊。咁你夠藝術天分啦。嗱，其實以前咧。點解咁鬼中意油哥個填色畫集呢？就係、是、以前啲，我覺得係以前啲細朋友先有。每年最開心嘅一件事係乜呢？就係、是、記唔記得啊？以前而家都有澳門日報六一兒童節有填色比賽。啊，我記得。就是、華僑報都有啊。華僑報都有咩？華僑報唔知啊，屋企都係。係咪華僑報都有？我記得。咁、樣咧，就係、是、嗰個填色比賽，每年就希望，我今年一定要攞獎。但是当然每年都没有去参加的，因为自己都发觉自己是不得的，所以就是不得，我又再苦练再苦练，练了这么多年都是不得的，是真的，不是讲笑啊。哦，但你讲填色另外一种呢，你那些剪有一些剪贴簿那些呢、我喜欢玩剪贴簿多一点，可以剪公仔，是的，然后贴上去那些咯。系啊，嗰、个又高一个层次噶咯喎，又高一个层次，本嘢贵啲嘛？系我完全唔知价钱嗰样嘢，跟住咧就中意剪啊，剪完之后贴上去，我会中意玩咯。你嗰个油颜色真系冇心机。油颜色唔系，因为以前都话冇乜嘢玩啦、啊。如果真系有阵时冇起嘢玩上嚟，你自己揸住张纸喺度画公仔，都已经系可以画一日噶咯。嗯嗯。以前畫公仔不同而家噶喎，以前畫公仔咧，我經歷咗兩，講緊我啊，經歷咗兩個叫做兩個世代嘅。兩個世代。係啦，細個嗰個時候你冇嘢做喺度畫公仔咧，就會俾人鬧嘅。冇嘢做就寫下字、讀下書，唔好畫公仔啦。嗯。因為嗰個時候應該係70年代左右啦，香港啲漫畫書都係。黄玉郎先生那些都是暴力啊什么为主的嘛，觉得画公仔是不好的嘛。嗯，是啦，到80年代画公仔起飞的时候啦，阿衰仔你读书不成又不想帮家手，咪试下画公仔咯。为什么这么大转折的？你看马明成画公仔可以画到2亿买个豪宅嘛。我就说怎样这么大转折、啊、是因为原来画公仔找到食嘛。以前上一代人真的你做乜唔紧要，最紧要揾到食。嗯，系啊，真系细个嗰个时候画公仔咧，讲真，我画公仔又画得唔靓，咁样就所以就都系嗰句啦，一事无成。但我真未见过你画公仔喎、啊。系因为画得唔靓。哦。唔系，但系以前系噶，真系如果画公仔唔得嘅，咁咪乜嘢咯？读书咯，读书唔得咪画公仔咯。喺香港系一条血路嚟噶嘛。哦。而家都有漫画行业啊，虽然就嚟式微，都系好得咁样咯。唔系好得，佢画嚟画去嗰十零个人咯。嗯。数得出新人入行真系预咗做炮灰，或者要屋企好有钱为兴趣咯。炮灰。系啊。你觉得香港仲可唔可以出多个马荣成咧？嗯，好难咯、啊。咪就系咯。系。咪住咁样，你细个你又玩咩噶咧？我小时候刚才你说油画，因为我跟你应该差了一棚以上的啦，当然啦，跟住之后即我80后，跟住填颜色我玩过啦，跟住剪贴那些又玩过啦，即是小时候的时候，跟住我觉得有折纸那些无聊的时候啦，折纸是啦，即会做一些什么折纸书回来，买得很漂亮的手工纸回来，是啦，自己折这样咯，无聊的嘛，因为我只有我一个，那样买得很漂亮的手工纸，它是折一张纸折一
個那些，還是一張紙折一個咯？ 有些是幾張拼埋做一件大嘢那些。大嘢那些我沒有啊，小時候沒有玩過大嘢那些，即是幾張拼埋一起，就是多數是一張紙折一隻那些，一個公仔這樣咯。一張紙折一個公仔，是啊是啊。跟住我記得好像會不會折完送給同學仔的呢？你同學仔啊？會的，會的，會啊。即係好似大家好想，譬如你話翻學嗰陣時候小息無聊，會攞沓紙出嚟摺下咯咁樣、嗯。我覺得細個仲玩咩紙公仔？紙公仔，誒著衫嗰吸電衫放喺嗰個，係我個年代都有嘅。你有冇玩先？我嚴格啲嚟講咧都有嘅，因為男都玩唔係啩？細個真係乜嘢都玩嘅，冇嘢玩嘛。嗯嗯嗯。細個嗱，細個冇起上嚟，有陣時。是不是自己做勞作做個風車咁樣喺度，即使都玩得一餐。做勞作做風車。係啊，即使揾張紙摺埋四隻角變咗個風車。哦，咁都玩嘅。係啊，都可以玩成個眼罩噶。哦。嗱，又要講一句啊，你唔好用而家嘅角度嚟諗啊！而家嘅角度，好多聽眾個小朋友已經喺度篤緊 iPad 嘅時候係嘛？係啊係啊。我咁大個人都未擁有過 iPad， 好遺憾地。笑啊，真系！啊，咪住，有冇玩过泥胶？有。泥胶应该系你八十后嗰个年代兴起嘅东西。有泥胶同埋纸黏土。纸黏土，纸黏土又高一个层次噶咯，要上堂学噶。通常是交流作用，我都系自己玩噶啫。都自己玩，通常系交流作用噶啫，系咪纸黏土？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学校啲做劳作。我记得我嗰阵时咧，咪好有一期好兴纸黏土嘅，细个。而家都好似仲有纸黏土嘅，间唔中间唔见有得卖喎，纸黏土系嘛？哇，好鬼贵啊！买个纸黏土成四五十蚊啊！哇！有啲啤好晒一嚿咧，即使啲水分啊啲嘢啱晒嗰啲，一猜即用嗰啲咧。嗯。我上次去文具店帮嚿叉烧买咧。嗯。好似四廿几五万蚊，掉一百蚊出嚟就搵一张银纸俾我加扎碎银咋。哇！系啊。好贵啊！不过嚿嘢算系大嚿嘅。嗯。算大嚿啦，可能佢嘅尺寸取胜啦。嗯。我細嗰時嘅整紙黏土啦，有玩啦，泥膠係有玩，但係泥膠嚟講玩完之後唔知點咁樣。係泥膠，黃加藍變綠啊嘛。係咯，但係你估整最後全部變曬黑色同黑色。係同黑色、灰色仲有，跟住再去玩紙黏土，跟住咪整下啲，即係好似。整啲物件出嚟咁樣啦，咁我最開心就係第一，我細個嗰時候，我舅父幫我整，佢用紙黏土仔整一個花樽咁樣咯。整一個花樽，即係用紙，即係譬如你牛奶樽啦，跟住之後上面整層黏土，跟住就啲公仔咁樣咯。嗰件係我嚟交功課用嘅，通常唔係佢等一陣俾我玩嘅，係啊咁樣咯。嗯，好啦，咁樣我哋呢節仲夠唔夠時間？仲有十分鐘好啦，咁講完我哋嗰啲童年回憶，又講下童年遺憾啦，好唔好啊？好啊，唔係屬於真正屬於自己貴嘢咩？啊，貴嘢先啊，貴嘢先又得啊。好，貴嘢先啦，有咩貴嘢你？第一件其實真正貴嘅玩具係件超合金嚟嘅。幾耐之前㗎？你幾歲㗎？大概嗰時候我應該係十歲左右啦。五隻獅子合體嗰只咯，就係、是、五隻獅子合體。嗰時候嗰只都貴噶，幾百蚊噶。嗰陣時幾百蚊好貴噶咯，係好貴噶啦，好貴噶啦。嗱，你要諗下啦，當平時喺屋企畫下公仔，或者係嗰啲十蚊八蚊一件嘅玩具，突然間一升咧，升到成幾百蚊喎。係啊，所以咧，到而家對嗰件。東西都仲有啲情義結結嘅，仲係咪導師嗰嚿？已經唔喺度啦。嗰時候就係有細個就係點樣玩玩下整爛咗，或者唔見咗，或者攞出街玩漏咗喺條街度，或者點都好啦。跟住再有機會買，都係買翻嗰個款。嗯，一直好似唔知買過兩次定三次嘅。嗯，都係買翻嗰個款，都係買翻嗰盒嘢。哇！因為係個冇辦法啦，情義結。明白。你第一份唔係第一件最貴嘅玩具嘛？算係第一件最貴嘅玩具咯。哦，係啊，但係你會發覺咧，嗰、那個時候咧，而家諗翻又好傻噶。當你由平時畫下公仔、剪下字就好開心，到你有盒超合金擺喺度咧，你會發覺唔知點樣玩嘅嗰盒超合金。你會真係坐喺度擺咗只機械人喺台頭，就咁望住佢，好似鬼上身咁樣。嗰只
是要自己砌定係咩？唔使砌，但係我揸就咁揸住上。即係現石，現成嘅嘢，係可仲可以射飛彈嘅。咁神奇啊！係啊，但係問題係咧，有陣時咧，即使可能嗰個過渡期咧，要適應啊。嗯。啊！突然之間有件好嘢，係真係個心情好忐忑，玩又驚整爛，咁佢啲飛拳啊、飛彈射出嚟又驚唔見，都係好忐忑㗎。明白。另外玩完之後又要執翻好佢，咁樣吸翻落嗰個發泡膠兜，然之後成盒擺翻喺度，真係好矜貴咁樣。仲要有咁高擺咁高係嘛？差唔多擺上神采供奉咁滯。是啊，真係噶呢啲。哦，但係你諗下嗰時幾嚿水一個玩具真係好貴。我覺得我以前細個啲毛公仔都係百零二百蚊到嘅咋。最貴嗰啲都有成千蚊個，我記得。即使好大嚿嗰啲咧，坐喺度大嚿過你個人嗰啲咧，嗰件嘢永遠都唔係愛嚟賣，係愛嚟做陳列品噶嘛。嗯。啊，咁樣係喎，又講翻先。咁你個第一嚿貴嘢係咩咧？貴嘢啊，應該冇咩貴，我大部分都係咁平均咁嘅價錢。平均價錢，即係我好似全部啲毛公仔都係長期都係300、300、300係嘛？就係個都類情況啦，因為其實我細個中意玩毛公仔多啲嘅。毛公仔多啲，但係點都會有一件半件特別貴或者特別嘢㗎。LEGO 啩 ？LEGO。因為以前細個買 LEGO 好貴㗎。LEGO 係貴到傻咗。以前細個 LEGO 最貴應該係 LEGO 啦，我都係可以咁樣講啦。所以到而家都喺度追尋翻以前嘅 LEGO， 因為 LEGO 其實唔係貴，係貴到離曬譜。係細個嗰時記得有個 LEGO 係砌屋仔嘅，我記得係呢一個啦。砌大屋。細屋啦。但係砌細屋都要300多噶咯。係，所以呢個係最貴嘅，應該可以咁樣講。咁嗰個屋仔咁現在仲健在嘛？唔見咗啦。即係其實搬咗屋之後，應該乜都唔見。但係嗰件貴嘢其實你中唔中意嘅咧？都中意嘅，我覺得個玩具好似擺咗婆婆屋企啊，好似應該都唔見咗噶啦。唔係嗱，因為咁樣嘅貴嘢都仲有分，你第一件貴嘢唔代表你係中意玩嗰嚿嘢噶嘛。通常啲貴嘢一定係人哋送噶嘛。可以係咁講。另外，通常貴嘢都唔會係阿爸阿爸買俾你嘅。舅父買的，是沒錯，我覺得貴的都不是阿爸阿媽買的，是的，這個是童年的遺憾，就是這樣，沒東西玩之餘，貴的都不是家人的。但我媽咪和我爸爸最近減買很多毛公仔，明白，但是你要明白，小朋友呢就比較眼光短淺一點，是吧？嗯，是的。有啲遺憾嘅就係最貴嗰件，永遠都唔係自己屋企人買咯。真係慘。係啊，係真係好慘噶，諗下，跟住自己又唔夠錢買喎。我記得你講翻玩具咧，細個時有一個咧計數機，你記得咧係有動物型噶。動物型嘅計數機唔記得。即係可以推上去嘅咧，有獅子頭啊，有外星人咁樣噶。嗰個係普通計數機，但係動物頭嗰只係嘛？係啊。好似有見過。我细个好中意噶，但系唔知要嚟有乜用、啊。唔知啊，细个嗰时读下咯，觉得好开心噶、啊。同埋细个咧，中意有好中意玩咩啊？电子手表。电子手表冇错。细个嗰时。电子表嗰个时候，又系嗰句咧，系我哋嗰个年代嘅 icon 嚟嘅，70、80年代。嗯。喺嗰个时候，其实一只电子表咧系最平嗰啲20-30蚊，我记得有交易嘅。咁平？系真嘅。我真系唔知喎、啊。有20-30蚊。我真係我細個有一隻電子錶啦，即係成日好玩咁樣咯，即係有啲有遊戲玩嘅100-200蚊都有。哦，咁樣20-30蚊，但係嗰個時候咧，又係一個童年遺憾啦。話想要隻錶，老豆就俾咗隻精工錶喎。喂，唔差噶喎，嗰時精工錶，年代我寧願要精工錶都唔要電子錶。你要明白係一個小朋友想要隻塑膠電子錶嘅時候，你俾咗一個鋼帶精工錶我，咁我點帶出嚟咧？係咪先？即使你俾咗個阿伯帶嘅阿精工錶，咁我呢個小朋友平衡唔到嘅喎。真噶，真人真事嚟噶。搞笑啊！系真人真事嚟嘅，成个真人坐咗喺度。系只表而家仲喺唔喺度啊？唔喺度咯。哦。但系嗰个时候我好记得系想要只嗰啲普通胶表嘅啫，嗰个时候真系30蚊到嘅咋，唔贵噶。哦，都唔贵。即使唔系卡西欧嗰啲啦，当然。
誒一越細個啲細個嗰時，當然又冇防水嘅，又唔會乜嘢噶啦。即使總之係隻電子錶，總之係電子錶得你玩得噶啦。唔係玩，其實要隻電子錶嚟，嗰啲都冇嘢玩。但係人哋個個有，你又想有咁解嘅啫嘛。但係嗰時候係我小學唔知二年班之前噶，總之幼稚園到小學二年班之嗰段時間啦。所以已經有電子錶玩咯，係有電子錶都話有啲係可以有幾粒掣玩遊戲。但係嗰時我唔係話要求話買嘅喎，係佢哋買俾我嘅喎。咁你咪幸福咯。我好似細個嗰時好似好型咁樣。型唔型咪有啲仲可以成個錶面剝出嚟變翻個機械人噶嘛？咁呢個真係唔知咯。嗰啲當堂高級好多啦。咁我幼稚園到小學二年班嗰段時候都係。傻下傻下噶啦，即系小朋友嚟噶啦，即系完全都唔识。唔系，不过嗰个时候有只表都好开心噶啦。系啦，即系觉得好型咁样咯。型啦，另外嗰个时候电子时代啊嘛，乜鬼嘢都话电子噶嘛。嗯，系咯，哇系，咁阵间啦，我哋下一节会翻嚟会讲下咩咧？童年嘅遗憾啊嘛，即系讲下点啊？你有啲咩玩具，知道你而家依然觉得啊有啲遗憾。其实最大嘅遗憾就系见贵嘢唔系屋企人买噶咯。真噶好啊，咁我下一节翻嚟继续讲翻啦。好啦，又翻嚟澳门街第二节，好啦，玩物想当年。好，我嚟讲下童年遗憾啦。阿昌阿细细话唱歌，喂，我阿昌哥缺咗席啊，呢排系啦，系抢休紧啊。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咁你童年有咩遗憾？除咗你嘅最贵嗰件玩具唔系你父母买之外，童年最大嘅遗憾咧，通常啲玩具都唔系屋企人买嘅咯。系啩？系啊。有冇其他啲啊？除咗唔系自己买之余，就系、是、当然啦，梗会有几件玩具你好想要。系，但系你嗰时冇嘅。系啊。系边啲啊？其实咧嗰、那个时候就好鬼中意捉鬼敢死队嘅。嗯嗯嗯。捉鬼敢死。鬼口水，我记得有个玩具。系，件件玩具都落得鬼口水嘅。系，我中意嗰嚿嘢。系啊，我都好中意嗰嚿嘢，但系。但是你不要說買啦，看見個廣告已經被人鬧啊，倒到四圍都是，是嗎？是啊，但是很開心的。是很開心，其實那瓶嘢真的很開心倒下去，但是原來鬼口水只可以玩一次的，好像說是嗎？倒完之後又要再買的。蛤，真的？好像你沒得回收的，是嗎？我不知道，我就是看電視買廣告，好開心，咦，鬼口水，我想買，跟住就是我就是，但我後來都沒有，即是沒有這個玩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說玩一次這樣。我不知道，因為我未擁有過，因為但是呢以前的同學仔就很開心的，因為捉鬼敢死隊好玩的地方呢就是他隻數夠多，一隻買一隻的嘛。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但是你會發覺呢，原來呢鬼呢是受歡迎過那 四個捉鬼的條友仔咯。當然啦。是啊，但是呢其實呢即使我沒有啦，但是很多同學仔呢都是一個 很大的遺憾的。就是個個都是喜歡捉鬼敢死隊，除了鬼口水這樣好玩之外，就是車捉鬼咁死到架车，系捉鬼车，而家炒到上神台啊！炒上神台？系啊，嗰想当年，即使如果以前嗰件旧嘢摆到而家都仲齐弯晒喺度嘅话，嗰晚噶啦！哇吓，真系唔简单。但系唔知点解，可能系嗰个时候卡通洗咗脑，或者个电影洗咗脑。我好鬼中意捉鬼咁死队嘅。我都系啊，唔知点解。系啊，唔知点解，但系。特別佢有陣時個卡通又好好笑噶嘛，但係因為
以前的卡通是好看過而家好多的嘛。以前的卡通有教育意義得嚟咧，比較好笑同埋製作認真啲，我覺得。嗯。雖然畫工粗糙啊。咁係咪用心過而家嗰啲啦？而家嗰啲為咗出玩具而出動畫噶嘛。係啊，好似好求其咁樣咯。反而我覺得我個童年遺憾咧，係森林家族啊。森林家族好嘢嚟㗎，即係我細個咧見到一隻，哇咁貴70几啊，70几蚊一隻公仔喎、啊，最平嗰只、啊。仲有你要注意啊，70几蚊一隻啊，你一個家庭即使要買一竇、啊。家庭跟住之後咧，仲要仲要買配件，係啦配件。跟住咧，嗰陣時覺得哇，好似行過同我啲朋友仔，跟住行過啲譬如買玩具地方，哇，所以我嗰陣睇好耐嘅。跟住之後咧睇，哎呀，好貴啊，買唔落手啊咁樣咯。但係好似以前啲森林家族，如果又係齊玩曬未開封嗰啲，好值錢嘅喎，買啲舊款。未開封啊？你當開咗封，但係齊玩曬喺度都難喎。係啊。因为你一隻都容易搞啲喎，有啲大大盒一套嗰啲，基本上全部主要去卖完嗰几只嘢，咪买屋咯，买车买楼咯。其实我最憎即使嗱，其实我心哥我同你讲嗱，讲翻嗰个遗憾咧，细个咧见到咧，譬如啲芭比又好啦，或者系啲森林家族同埋呢间屋嘅嗰幅图咧，个盒咪好靓嘅，哇！即系有啲公仔啊，咁我细个成日以为咧就系有间屋仔之后咧，配件就有埋晒所有嘢噶啦，有埋嗰啲公仔噶啦。唔系嘅，原来唔系，原来间屋就系间屋，件衫就系件衫。就是咁樣，覺得細個嗰時成日俾嗰個盒包裝盒誤導咗，即係以為成套就有齊曬噶啦咁樣咯。咁唔緊要啊，其實因為基本上咧，你成套有齊曬都冇鬼用嘅。正如之前都同你講咧，你有阿芭比，你都冇阿 Ken。係啦，即係呢個又係遺憾嚟嘅，有芭比冇阿 Ken。咁我細個嗰時咧，我唔係話好中意玩芭比嘅喎。反而中意玩日本嗰只咧，咩 Johnny 嗰只 ？Johnny 嗰只 ，Johnny 靓啲噶，我觉得。Johnny 好似冇咁通行噶，系嘛？嗰个时候因为 Barbie 焗得行嘛。但系我买到 Johnny 咯。有以前其实啲玩具铺咧，好多日本有嘅玩具，佢哋都会翻噶嘛，因为可能跟只柜翻嚟嘅啫。嗯。Johnny 我记得。應該個款式冇咁多，另外好似薯啲嘅睇落。唔係薯啲，我覺得佢係比較接近真實。係啦，即係譬如，但係我覺得佢嗰個靚啲咯，即係冇咁假，因為我覺得芭比太假啦。芭比唔係假嘅，芭比係一個完美嘅形象嚟噶嘛。即係覺得你覺得 Johnny 係靚好多咯，比較。怎樣說啊，似溫個人咯，即是柔弱一點，比較感覺比較純一點，但是芭比我好像比較妖，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但是芭比她每年都有新系列出的嘛，是啊，有新的玩法的嘛，是啊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啊，但是很遺憾剛才，但我真的後來都是先買 Jenny 先的，是啊，然後再買多隻芭比的，沒錯，是啊，然後再買一隻阿 Ken， 買不到阿 Ken 喔，阿 Ken 因為翻貨少是吧，還有阿 Ken 是沒有衫換，我覺得芭比都冇衫换噶，芭比有衫仔买噶，芭比有衫仔买，以前有嘅咩？有啊，有衫仔买噶，有散装衫买噶啦，有一 pair 就好靓嘅啲衫仔，咁大件事，鞋有衫仔有鞋，跟住有衫仔噶，我淨係以为而家先至开始有啲散件甩出嚟添，有啊，好耐之前已经有噶啦，有卖芭比只狗有得卖噶吓，芭比只狗都有，唔系啊嘛，芭比只猫系屎垃圾定还是咩嚟噶？有散裝賣的嘛，散件。唔係，我記得芭比好像有隻貓，我記得。有貓的，但係佢嗰時有，我記得有一次出過獸醫系列的，獸醫系列。係啦，跟住有啲貓狗的，係有的。咁樣，阿 Ken 你冇擁有過咁樣？冇擁有過阿 Ken 喎。咁又問下你，有冇擁有過一隻黑色的芭比啊？即係黑人嗰、那個唔知叫乜鬼嘢？冇啊。好像我記得是有翻過的，有之前有，但我不喜歡黑色頭髮芭比，同埋唔係黑色頭髮，黑色皮膚喎，黑色皮膚都唔中意，都唔中意，係啊，唔得，你有種族歧視啊！我唔係種族歧視，因為我覺得即係如果白靚啲啊嘛。嗯，呢、這個就是世俗的眼光啦。哇、啊，真係衰啊！陣間呢一集出去俾人話我受到歧視啊，真係。不過唔緊要，以前細個係咁嘅。係啊，同埋你阿 Ken 咧，點解我唔中阿 Ken 咧？因為除咗佢膠之外咧，成個連頭髮都係膠噶嘛。阿 Ken 頭唔知喎，我未擁有過芭比。你未見過阿 Ken 咩？
基本上是見不到阿 Ken， 阿 Ken 只是在廣告入面出現，冇錯，即是傳說中的人物，是吧？是啦，傳說中的人物，我有男朋友的，你的男朋友呢？不知道啊，都不可能還在美國吧，是吧？那個 Ken 的頭髮膠來的，即是成保姆整個一起的嘛，也不會好像芭比那樣真的一條條頭髮的嘛。我不知道，那就未見過阿 Ken， 真的未見過阿 Ken 的真人。我見過阿 Ken 一次咯。嗯，系啦，但佢有啲即系好鬼死薯嗰啲衫，但系西装咯，西就系西装咯，但系个西装好鬼死薯嘅咧。跟住我细个就觉得，咦，点解阿 Ken 就算我谂住，咦，买咗阿 Ken 翻嚟都冇用啦，因为佢着嚟着去多件衫，嗯，即系冇新衫啊嘛。但你 Barbie 同埋 Jenny 嘅话，佢有衫仔着啦，换衫同埋有鞋仔换啦。咁樣 Barbie 同 Jenny 啲衫通唔通嘅咧？想問下。其實唔通嘅有時，因為 Jenny 嚟講比較瘦啲嘅。Jenny 仲瘦啲，唔係啊嘛 ？Jenny 係瘦係冇乜胸嘅。哦，因為 Barbie 已經話唔啱俾你瘦嘅咯 ，Jenny 仲瘦過佢。唔係，因為 Barbie 個胸大過 Jenny 㗎。哦，明白。跟住個，所以佢著上件衫度咧有少少唔啱。明白。係啦，同埋只腳都唔啱㗎。只腳一定唔啱啦。Jenny 只腳大啲嘅。Barbie 隻腳是尖的嘛，是的，小一點，這個我有研究，這個你有研究？沒錯，蛤，為什麼呢？因為呢以前呢表妹家是很多 Barbie 的，哦，這樣呢，發覺呢，其實我小時候已經發覺了穩笨的了，就是 Barbie 的鞋呢看下去呢不同樣都好，其實你發覺它下面的帽應該是一樣樣的，不過是不同色而已，不同色之餘上面黏了一些不同的東西就變成一隻不同的鞋。不是啊， Barbie 有出拖鞋，有拖鞋，有涼鞋，它的尖夾起的，不碰地怎麼穿拖鞋呢？有拖鞋，它即是尖的拖鞋，即是不是，你明白我說什麼，它是殭屍來的嘛，它的腳不碰地的嘛。它拖鞋，那些涼鞋款的拖鞋，啊，涼鞋款，但是 boot 它穿到我知道，高踭鞋穿到我知道，松高鞋穿到我都知道，有波鞋添，波鞋，波鞋勉強穿到我都知道，但是你說拖鞋我真的想不到，因為 Barbie 原本的腳就是腳踭不點地的，拖鞋是布整的，這麼大我買過，因為我試過買過，即是睡衣系列的咯，是睡衣系列啦，跟住佢对鞋是布的，是啲绒嘅，跟住咧就系，是，个鞋头仲有一个毛毛球嘅，贵嘢嚟嘅喎，应该系，嗯，但我记啊咁讲开又有啲印象喎，好似睡衣，佢嗰件睡衣系咪乜嘢啊？好多款嘅睡衣，咁大镬？系啊，即系其实我系散装去啲卖衫仔，一套一套咁样噶嘛，有卖丝袜添啊。絲襪都有，有啊，有，那個年代啊，我抄出來給你看，我家裡還有芭比的衣服，這麼大鑊，是啊，因為沒有，你說的芭比呢，我通常印象都是留於那個電視廣告而已，阿 Ken， 阿 Ken 駕著車去接芭比啦，是啊，部車跟個捉鬼咁死對的車一樣，永遠都沒見過的了，其實我想過，其實阿 Ken 可以坐到捉鬼咁細對架車，應該唔啱俾你咯。好假！唔係 ，Barbie 亦嗰陣時候有間屋都好開心噶啦，見我冇賣屋啊。有間屋咧，我記得好似可以手提箱咁提住噶嘛。咁貴，係啊，但係真係又係貴到黐咗線咯。係啊，所以我根本上唔會賣咯。跟住，所以我覺得。即唔算话遗憾嘅，不过唯一个遗憾，我觉得系未拥有过森林家族啫。一只都未拥有过咩？冇啊，真系冇，因为我觉得太贵啊，我觉得细个，同埋我觉得咁贵，屋企人都会买，妈咪都唔会买啦。另外，其实唔买森林家族系啱噶，买开你无限轮回咁不停咁样，你知啦，佢一个物种就系一条侧线嚟噶嘛。喂，而家我睇过咧，森林家族咧，仲有啲公仔可以着换衫添啊！而家系啊，可以换衫。另外，你知啦，佢一家大细有阵时，你知唔知最贵系边只啊？边只啊？最贵系只 B B 嗰只啊 ！B B。但系你会发觉咧，我早排我买过嘅，就系，是，一个系列咧，我唔知嗰只系乜嘢物种嚟噶啦，已经。总之系只动物型嘅嘢，动物型嘅嘢。阿爸阿妈跟两个小朋友，嗯，嗰几只。即是正常的一家四口，三嚿角幾啦，三個幾不是一個問題，問題是然之後你看下後面，咦忽然間會有個不知道寫著特別定乜鬼嘢 special 定乜鬼嘢嘅咧，係隻手抱 B B 啊，嗰只竟然同隻大嘅一鬼一樣咁貴，而
嚴格啲嚟講，可能仲貴啲。B B 仲貴。B B 仲貴。我喺八百半見到嘅。哦，唔怪之。跟住咁買曬佢一家五口之後，你再執啲配件就大鑊啦。執個野餐配件啊，執架車啊。B B 床配件。B B 床我唔見有得賣。我有一隻喎。佢係有嘅，問題係反轉個盒佢有咪八百半冇。嗯，同埋有一隻咧抄森林家族嘅，係咪算唔算抄啊？大陸出定邊度？唔係大陸出嘅，好外國噶，歐洲唔知道一個牌子咁樣啦，又係類似森林家族咁樣噶。其實佢嗰樣嘢根本上就係一個正常嘅，將個正常嘅玩具將佢全部故事化咗。嗯、不停地加入新的东西、嗯、好像以怎么说呢，说的是一个森林里面有一条乡村、嗯、跟着住了很多生物在那里很和谐地生活的大约是一个故事它应该是有卡通出过的，但是森林家族好像不见有狮子和老虎，狮子和老虎应该没有的，是为什么呢？这些那么够相信，还有我觉得、大笨象是有，但是不见有犀牛，大笨象我未见过，大笨象有的嘛，我未见过咯，犀牛是没有的，我知道炮啊，或者我这句我是炮啊，狮子老虎是不见有的，因为未出道而已，我觉得他咪想到要出呢啲嘢，唔系未谂到，即使当前面嗰啲唔卖得嘅时候，咪整只新嘢出嚟。狐狸都唔见有喎、啊，狐狸未见过，但系反而刺猬见过咯，刺猬多，刺猬、啊、跟住有只好似地鼠，嗯，有只好似水獭，好似猪都好似有，有猪有，跟住羊定狗啊，嗰羊定山羊定狗啊，狗咯，唔系佢冇有角嗰只叫羊啊，羊啦、啊，但系有只冇角嘅都系羊、啊，绵羊咯、啊，啊绵羊嗰只系绵羊定系狗我又唔知道啊，哦，白白地色的，反而我见得最多系兔仔咯、啊，兔仔系啊，兔仔呢个 icon 嚟，最普通嗰只兔仔咯，系啊，猫都见过有。是啊，未说他大家族咯，只是点数晒啲人头你都唔掂啦。哎呀，冇话买埋佢条村，买埋佢嘅村穿梭巴士。买架车就已经贵啦。三百几蚊咯。系咯。但系得部车佢乜都冇喎。连啲食物都冇啊？食物都系要外加噶。唔系咁惨。系架车佢影住几条友咧，嗰几条友唔包你唔紧要，好似原来车有个野餐套装咧，都系唔包噶。我以为野餐套装系有卖嘢食噶。野餐套装咧，好似系分开卖嘅，就连埋个野餐嗰张摊喺度嗰张折凳，都系分开卖。好似分开卖，但系我搵唔到张折凳。但我就觉得好似你之前买过噶。系我之前买过，就发觉原来好多嘢幅图入边有嘅都冇咯。咁即系你拆开咗，你得架车啫。系得架车，跟住另外，因为我买过就系嗰个 B B 仔，我觉得系最贵嘅，嗯，就系买晒佢嗰一家五口塞晒落架车度，唉，真系惨，乜都冇，嘢食又冇，折凳又冇，折台又冇，所以话唔买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噶，唔觉意中咗毒就大镬噶啦，咁又系嘅，另外你搵地方安置佢都困难，嗯。好似啲 LEGO 砌完之后我都唔知点买 ，LEGO 都仲易搞啲啊嘛，拆得晒啊嘛。咁啊系。你个森林家族大佬，你又惊嗰啲毛毛公仔会发毛。嗯。另外架车嗰啲配件跌咗件都唔知点算，冇得配。嗯。LEGO 都仲可以上网配啊，森林家族我谂冇人会买张折台俾你咯。淘宝有冇啊？不如我哋自己整个山寨版出嚟卖。都得，冇问题嘅。系啦，我讲下呢度啦。咁呢度啦，边个会带你去玩具店买嘢咧？当然唔系屋企人啦，之前都讲咗啦，系一个好遗憾的。我知道你要标俾只钢标嚟啊！系好遗憾啊，真系。通常都系姑姐咯。哦，几好啊！系啊。嗯。嗯，冇噶啦，通常系佢咯。嗯，冇其他人，冇其他人，我屋企人丁单薄噶，你唔使望啊。哦，成个家族都人丁单薄。咁惨齐，我细个啊，俾我去玩具店啊，妈咪咯，爸爸咯，舅父咯，咁样咯。嗯，系啊，跟住大部分嚟讲话买玩具，多数系话去香港买咯嗰阵时。嗰个时候买玩具。澳门其实啲玩具店话真系好少喎，谂落系啊系啊，嗰个时候啲士多仔就多，正正式式买玩具嘅谂落都唔系好多间嘅喎，而家嗯，我记得喺嗰个叫做渡船街口嗰度有一间，
跟住然之後就係板障堂嗰度有一間，我去開都係嗰兩間冇啦。我細個多數係買啲毛，即係佢哋多數會買啲毛公仔俾我嘅。系啦，屋企人。咪仲有想問翻先，你嗰個年代嘅毛公仔興咩款咧？咩款？咖啡貓咯。Hello Auntie。咩 ？Hello Kitty。媽媽，我覺得細個最細個嗰時，幼稚園興咩雪糕妹。雪糕妹係邊個？有一個公仔膠嘅，跟住頭髮咧粉紅色，一條條好似冷咁樣咧，跟住你孭住個雪糕咁樣嘅。唔識佢。你真的想上網 search 一下，是有這樣的公仔的。跟住同埋，我記得最興嗰個就是興毛毛蟲咧，唔識佢。毛毛蟲的毛公仔是毛毛蟲嚟嘅，一條蟲，一條蟲嚟嘅，好多隻色嘅，有好多隻腳嘅。有啲印象，但係都係唔識佢。唔係啩？我覺得幼稚園的時候咯，好興。係咪有冇品牌㗎？有牌子的，要炒翻即屋企。因為我買嗰啲咧，我好中意細個嗰時好中意嗰只毛毛蟲嗰只公仔嘅，跟住咧就買咗成三條咯。咁大鑊，唔同色。黃色、綠色、粉紅色。方便襯衫係嘛？唔係，我真係細個好中意，同埋好中意咖啡貓咯。啊，唔係嗰期係興咖啡貓㗎。係啊，我屋企就係全好多隻咖啡貓啦，跟住後屘大少少到小學嘅時候又中意 Q B 咯。Kilo B 嗰哇嗰期系贵嘢嚟嘅喎，系啊系啊系啊，传说中嘅沟女公仔啊嘛，点解咁讲啊？因为够贵咯，够贵，系啊，我咪系细个嗰时细细只都要成九十几蚊，我记得有一只，成口水噶，细细只，杯面咁大只就成九水，比肠更加好啊！但系我好中意咯，嗰个Kilo B， Kilo B 睇下先。佢嗰個時候有得買嘅地方唔多添啊，通常好似係咪就去個德勝花園對面買啊？我記得係嗰、那個嗰、那個叫邊度啊？嗰、那個類近比較近東方斜巷嗰邊咧，嗰間叫乜鬼啊？唔記得咗。近東方斜巷啊，係咪新馬路正街嗰度？係啦係啦，執咗粒噶啦，而家轉個位嗰、那個。係啊，執咗粒噶。執咗粒噶啦，係嘛？我唔知道，我好耐冇行過嗰邊啊，所以我都唔清楚呢一隻啊。唔識佢呢只就識呢只啊，呢只毛毛蟲啊，係、啊。我知係邊只啦。係啊，好多隻色噶，以前細個好中意嘅，係咯呢只咯嗱，呢只咯。嗱咁樣都係外國牌子嚟嘅，嗱呢、這個呢、這個山寨嘢嚟嘅。我見到啦，咁樣加翻張相出街嘅時候，加翻張相俾佢啲聽眾睇下啦。好啊，好啊，好！我屋企仲有啊，啲毛公仔。咁咪好咯，嗱，其實咧，童年最遺憾嘅咧就唔係冇人帶你去買玩具，或者冇買唔到啲好貴嘅玩具，而係曾經擁有過嗰啲咧，經歷時代嘅變遷咧，連自己擁有嘅都冇埋，呢、這個先係最唔開心噶。我真係唔見咗。是啊，所以而家咧有啲玩具咧甩皮甩骨都好啦，有幾件咧擺喺度依然係珍藏得好好嘅喎。嗯。嚇、啊，即使有個 LEGO 城堡咧，明明著城堡得溫一半啦，都擺喺度堅持唔抌唔掉唔重建，變成個廢墟咁都要擺翻喺度，原封叫做乜嘢？原封不動。原樣保留。哦。係啊。就算即使其實我揸喺手嗰啲士啤磚已經可以夠砌温兩三副出嚟，嗰件嘢都唔重建咯。嗯，由得佢一直咁擺喺度咯。呢啲真係因為細個真係自己玩過嘅。係啊。啊！所以嗰陣時候我細個搬屋咧，有一段搬局啦，跟住我媽咪話：啲公仔要唔要啊？不如掉咗佢。我唔得，我細叫啊咁樣咯。啲公唔係你公仔都易搞啲啊！即使嗱，細個以前畫。哇！但係我屋企啲公仔好多百幾隻喎，毛毛公仔。keep 到好咯嗱，即使講以前細個畫公仔，自己畫落啲紙啊，啲油顏色嗰啲啊，基本上冇乜邊件留得嗰彎低喎。係啊，係啊，係啊。特別係畫公仔嗰啲，真係冇留低過喎。你買翻嚟要錢買玩具，反而都仲可能有啲手手腳腳啊，一隻半隻咁叮叮當當咁掉彎喺度。嗯。反而真係自己做手工嗰啲，冇一件留得低。係啊，咧我記得講手工咧，超少喎、啊。超少少啦。咁記得咧，有一期咧，我唔知細嗰時係致富定係咩，好似致富啊，定係文教，我唔記得咗啦。係嗰兩間啫。係啦，買咗一個咧，嗰時咪好興入
換嗰啲折紙啊，頭先講過啦，折烏龜啊，係啦，一啱啊，唔係，係有一個係用啲紙嚟折一個盒噶，折一個盒嘅，好似有一組合嗰啲，係組合櫃咁樣，又算唔算櫃？一個盒啦咁樣啦，好細個嘅，但係好多層誒櫃桶咁樣嘅，嗰個我齊過，包括有嗰個折嗰啲和服公仔都有。啊！和服公仔嗰個貴嘢嚟嘅喎，係啊！我細個有玩過，啲紙好鬼貴嘅喎，大佬。係啦，嗰個都幾好玩嘅，細個。所以證明你呢個世代比我幸福啦，折紙都折給高級公婆，佢用白紙嚟折嘅咋。喂，以前真噶，一張 A4 紙咁樣，要接漸方形咁接個對角，跟住 cut 咗條邊走。係啊，會啊，都試過。手工紙嗰啲通常上老作堂先至用噶。嗯。係啊，又係嗰句啦。社會越進步，咁而家啲小朋友越嚟越幸福啦。嗯，反而時間啲小朋友都唔會玩呢啲嘢噶啦。而家你俾本油圖畫啲畫冊佢，真係冇乜小朋友遊咯。嗯。啊，如果佢肯遊嗰個就會話啊，有畫畫天分可以去學畫畫啦，真係陰功啦。原來我同你都好夠天分嘅。原來你一早有藝術天分嘅。係啊，好慘啊。咁好啦，咁我呢一集嚟到呢一度啊，咁啊。啲相我會揾下先。你揾下先啦。好啦，整翻條毛毛蟲出嚟。毛毛蟲嘅芭比啲衫係咪啊？芭比啲衫你有就乜嘢咧？芭比絲襪啊，應該芭比有絲襪咁樣，真係有噶。嗱，芭比佢有緊身褲就知，真係芭比著嘅絲襪我未見過咯。我抄翻出嚟啊！好啦，咁有冇試過嚟笠住個頭扮賊噶？好西條啊！唔係芭比自己笠彎住自己個頭。唔得，因為芭比佢膠咧，佢篤穿噶。咁嚴重啊？佢嗰啲。鼻啊，啲明唔明啊？我明白你嘅意思。系咯，嗰啲咁样咯。我其实我曾经仲变态一次嘅细个咧，唔中意个芭比，题外话啦，即系唔中意个芭比，想唔想要嘅时候咧，点样咧？帮芭比剪头发。嗯。咁变咗咩嘢？变咗 skinhead。系啦，咁样咯。咁突然间剪完觉得顺眼咗喎，系嘛？试过有咁嘅情况出现。啊！剪完竟然顺眼咗。唔係，係你嘅思想行得太前啦！而家興嘅嘢，你幾廿年前做咗啦。係啦，好啦，咁呢一集嚟到呢一度啦，咁講聲拜拜先啦。好，拜拜。拜拜。